龙，好啊。小龙，啊，这时干活都挺累的。等我哥带你到城里面买点好吃的去，你赶紧收拾一下。好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就出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刺猬。你别笑，刺猬就搞定啊。刺猬，对，我家这个蛮能够。我还有那个，这个我家。好。我要吃西瓜。你都是这个了，还吃什么西瓜？你不用带我来吃好吃的吗？来，那就只能来这个了，我就走了啊。多少钱？我们这不收钱。不收钱？哎，我遇到好人了。走了。你别笑。结什么账？那你不是说你们这里不要钱吗？哦，那边是称重的，我们这边是结账的啊。